医生，哎，他怎么样？睡了，现在就是睡了醒，醒了睡，没什么力气。肿瘤扩散了，我知道了。 熊顿得了生存率非常高的肿瘤，却成了治疗失败的那个。医生，我们知道你尽力了，真的，总会有治疗失败的。 叔叔，我有个请求，你听了别生气啊。不会的，说吧。从今往后，能不能听熊顿的？他想治疗，就继续治。他如果想放弃。 你和阿姨能接受吗？接受。 能不能陪他完成剩下所有的心愿？好，谢谢叔叔。